天衣服啊。我们小镇城的篮球文化自我们懂事开始就有了，大概到现在的话有50来年。我们的全称就叫 DBI 地方篮球联赛，那让我们全村的男女老幼都喜欢这个篮球运动，特别是每次一开这个篮球比赛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男女老少了嘛，都是到现场去鼓掌、去呐喊、去加油，那气氛非常好。晚上开运动会嘛，晚上打球的，上午晚上7点钟的篮球赛，你们晓得的嘛？晓得。哦，哎，看好你。你开始训练了。是，哎，在旁边。这个篮球很重要的。哎。以前我在小镇篮球队，我们是属于篮球队员。现在年纪大了，现在打篮球也跟不上年轻人了。我主要负责邀请球队、安排赛事，在场内场外做这些事情，我都是比较开心的。我们文体广场在建成初期还是很辛苦的、很困难的，经过前后4次的监管建设，才建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捐款的人群有在外面上班的，有在外面打工的，还有老人，有小孩，甚至有学生，而且还有低保户。他们 NBI 有全民性，但是我们村 BI 有全民性。而我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长大的，那时候每到过年都会举行篮球比赛，氛围特别好。然后我是被那种，氛围感染到了，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喜欢上篮球。篮球占据了我70%，因为我每天花时间在训练上非常多，就我每天对自己的要求是投进300个3分。因为伤病错过了很多机会，但或许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吧。庆幸的是我现在还可以站在球场上继续打球。通过篮球让我认识更多的朋友，我也在快手上记录自己以篮球的故事，让更多人热爱上篮球。把球拍稳啊，球运稳。好，做到底线，停下来转身。因为我在这个地方长大，我也特别喜欢打村 BA， 特别纯粹，氛围也特别好。但是现在贵州还有很多小娃娃需要专业的体育培训，所以我也想回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我喜欢打篮球，因为我父母在外面打工，想念他们的时候，我就会一个人拿着篮球去球场练球，忘记想念他们的想法。他是我一直以来最好的朋友。我要帮家里做家务、做饭、扫地，我的时间都是我自己抽出来的。我的篮球偶像是保罗·乔治，因为我想像他一样去打比赛，去拿一个冠军回来，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我在场上进球后的样子。打篮球我肯定打不了一辈子了，但是热爱篮球事业我是一辈子的。对篮球的热爱与坚持让我走到了今天，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。每次在场上给我带来的快乐都不同，我的路还差，我不会轻易放弃的。Thank you.
年纪大不是问题，敢上场我们就赢了。身高不够拿命凑，嘿。